行不动的妈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伊的金身、树干和树根进了黏泥的卡，伊靠近这张树啊，应该是要咧挖。闻名全台北港妈，为何坐在古井上？我即马坐定点妈吼，下骹就是去靠井。较早做囡仔时阵哦，后边会留一个三分水哦，我要家己买哦。哦，足干冰的真正是干冰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